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积功累德第八，请看下面经文。阿难，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，积诸天人大众之中，发嘶吼誓愿语，住真实会，勇猛精进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，所修佛国开阔广大，超胜独妙，建立常然，无衰无变。这段经文的大意是，佛唤阿难，并对他说，法藏比丘在世间自在王如来前，在法会里天人大众之中，发了以上的宏深誓愿，于是安住在真实智慧之中，勇猛无所畏惧，精进修持，一心一意的庄严自己的净妙国土，经过多劫积功累德所修成的佛果，开通无碍，广大无边，殊胜超众，微妙无比，安然建立，永劫常然，永无任何衰坏异变。这段经文，我们重点讲讲住真实会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，超胜独妙三方面内容。讲这个内容离不开自性，为了便于大家的理解，我们不妨先来认识一下自性。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自性的几个显著特点。一，自性空寂，离诸恶趣。这是讲断烦恼。自性本来是空，本来是寂。在净土里面，自性就是常寂光净土。常寂光里无一物，它没有现象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没有自然现象。寂就是清净寂灭，没有善，也没有恶。我们讲善讲恶都是相对的，有相对就有对立。想一想，我们跟人对立，跟物对立，跟事对立，跟谁不对立？对立能不生烦恼吗？搞对立错了，搞对立就是六道轮回。所以自性是清清爽爽，干干净净的，远离各种各样的恶趣。二，自性妙缘，居诸相好。妙就是不可思议，我们的心思、言论都达不到，无法想象。圆是圆满，居诸相好。这个相好展现在西方极乐世界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要找一个邪恶的东西，找不到。一切万事万物，无一不圆妙。所以极乐世界是从哪里来的？自性本具的。阿弥陀佛证得了，展现给我们看，不但展现给我们看，还让我们得到受用。所以念佛往生的人
便宜可占大了。一般修行到这个境界，至少是八地菩萨。大乘经上常讲八地以上，你才能享受到。八地之前的，包括我们这些一品烦恼也没断，往生到同居土的，就是下下品往生的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所得到的受用，就是你的生活品质，你生活所受的，跟八地菩萨平等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自性空寂，自性妙缘，不可思议。三，自性无碍，神通自现，自性没有障碍，没有障碍，六种神通自然显现。眼看得见，看见什么？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没有一样你看不到。大世界，小微尘，即为色，通通看得见。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宿命、神足、漏尽，六种神通具足。刚刚具足是阿罗汉，虽有六通，六通的能量有限，看不到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他们的能量只能观察我们自己这个暴徒。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大千世界，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千大千世界。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十亿个银河系，阿罗汉的六通都能看、能听、能圆得到，这就很了不起了。但是要跟极乐世界相比，差远了。极乐世界的神通是八地以上的神通，往生到那里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六种神通具足。为什么？因为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是阿惟越智菩萨，法身菩萨在极乐世界有41个阶级，当然到不了八地，七地以下的这种能力都有，所以他也能圆无量无边诸佛刹土。阿弥陀佛能圆的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大概都能圆得到，因为自性无碍，神通自现。四，自性无住，不可断灭，自性无生无灭，它真正是一切法的主宰，是一切万法的本体，清净寂灭，什么也没有，能生万法，不可思议。我们今天这个六道轮回现象是它生的，是它变现的，它生的是净土，阿赖耶把它变成这个样子。阿赖耶那里有善恶，如果我们的心行、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是善，遵守佛陀的教诲，修三福、六合、五戒、十善，我们这个境界就变成天堂，这个灾难频繁的世界就没有了。境随心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学佛学到三恶道去了，有没有？有，还挺多的。为什么跑到三恶道去了？念头不善。念头是什么？贪嗔痴慢疑。
言行不善，言行是什么？怨恨恼怒烦，与这十个字结合起来，三途去了，我们怎能干这傻事儿？又何况佛给我们制定的三句定界帮助我们提升，这都是通途法门的。净土法门特别，上净下空老法师关于戒律给我们说了五颗，三福、六合、三学、六度、普贤十愿，我们能把这五条基本的抓住，往生就有份儿。五，自性无作，无有限量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自性没有造作，法尔如是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从来没有动摇过，没有染污过。慧能大师向五祖报告的二十个字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没有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，自性就是真心，真心本来是定的，没有动过，动就不是真心，不是自性。动是什么？动是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念头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这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它是哪里来的？是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。这个东西把自性所现的、所生所现的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。华严上说得好，一切法心现实变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个真心跟妄心，自性跟阿赖耶，我们要把它搞清楚，搞明白。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是阿赖耶做主，自性呢，自性靠边站了，做不了主，全是阿赖耶做主。我们错就错在这里，妄心做主，真心没做主。真心做主是佛菩萨，什么样的菩萨？至少原教出住，别教出地。为什么？明心见性的，自性才做主，自性做主，六道不见了，十法界也不见了，十报庄严土现前。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庄严土是华藏世界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十报土。极乐世界了不起，无比殊胜，我们到极乐世界，烦恼一品没断，真的是凡夫。但到极乐世界，你生同居土、凡圣同居土和十报土完全相同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的，你得的受用跟八地菩萨平等，这还得了？这种事情不但六道凡夫不能相信，叫难信之法，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也不敢相信。你能够相信，这奇怪了，太难得了。为什么？你能相信就能往生，你就有份儿。
你不相信有怀疑，你没份儿。你知道有净土是跟阿弥陀佛结个缘，这一生净土的受用你得不到。自性不生不灭，没有造作，因为没有造作所以它无限量，有造作就有限量。今天的量子力学家很了不起，把宇宙的奥秘揭穿了，就是构成宇宙的是些什么？三样东西，第一个物质，第二个念头，第三个是自然现象。这三样东西构成了整个宇宙。现在物质被揭穿了，科学家又在研究念头，也就是念力。念头到底是什么？怎么来的？为什么会有？起什么作用？念头能生万法，这个生实在是佛经上说的正确，能变万法，自性能生。能大师说的不错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万法指的是能生的是自性，变成六道，变成十法界的是阿赖耶。识能变，心性自性能现，能生能现。这是佛法里一些基本的东西，必须搞得很清楚很明白，我们不会走弯路。我们自己虽然迷惑颠倒，迷惑颠倒里头得清楚大方向没走错，这就非常难得。自性的特点无量无边，说无穷尽。比如自性无外，如风广被；自性无内，如镜普冠；自性光明，如日普照；自性平等，如香普熏。无量寿经的经题把自性写在里头，经题后面的清净平等觉就是自性。清净平等觉也是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的真心。真心是什么样子？没有染污，清净；没有分别，平等；没有动摇，也就是说他没有无明。阿赖耶有无明，自性没有无明。所以论真性，我们跟佛平等。什么时候平等？当下平等，现在就平等。为什么你成佛？我在六道里做凡夫，你觉悟了，我迷惑，原因在这里。佛菩萨觉悟了，不迷了，我们迷而不觉，麻烦就在这里，不能不知道。菩萨既顺众生自性本具之空寂心、妙缘心、无爱心、无住心、无作心、无外心、无内心、光明心、平等心，一共讲了九个心，只是一念心。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用这九个心庄严佛土，是以四十八愿。四十八愿是什么？四十八愿
愿济众生本具之心。这话说得好，本具之心，即以自心庄严自土，一点都不假。中峰禅师在三十细念里告诉我们，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，即以自心庄严自土，如水归海，如响应声，心土不二，因果同时。是故法藏发愿毕，空中即赞言，决定必成无上正觉。感应道交不可思议，为什么？它是一体。我们的信心要从这里建立，这是真相信的。如果我们真正认可整个宇宙是一体，众生是一体的理念，那么有三句话你做起来就不难了。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不爱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恨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。10年前，我第一次听老法师讲这三句话，我把它当作我的座右铭。现在10年过去了，我践行了10年，我受益了。我没有对立面，没有冤亲债主，我爱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，所以我自在，我快乐。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，他那么长的寿命是阿弥陀佛加持的，不是他自己有的。阿弥陀佛为什么加持他？因为这个世间有苦难，很多学佛人学错了，念佛的人也念错了，让他来做个榜样。在这个时代学佛真正成就，学他念佛真正往生，学他一定要给世间人做最好的榜样。这个榜样就是持戒、守法、听话、老实、真干。真干干什么？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，我的一切都属于苦难众生，没有一样属于我自己。学佛要学吃亏，怕吃亏，不肯吃亏，学不了佛。学佛真的吃亏吗？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，一点不吃亏。人人都想占便宜，可是大便宜就在眼前，我们却不认识。什么大便宜？念佛成佛呀。还有比成佛更大的便宜吗？学佛在哪里学？要在复杂的人事环境里学。人与人最难相处，在复杂的人事环境里，把我们的烦恼、毛病、习气通通修理干净。总的原则是与一切人不发生利害冲突。具体做法很简单，你争我不争，他要我不要。我们学佛人要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我们不要大富大贵，我们不要高官厚禄，我们不要名闻利养，我们要的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什么？是无量寿，
无量光，无量相好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的无量，一切都无量。怎么就那么眼光短浅，看不明白呢？还有我的那个四不原则挺管用，大家不妨试一下，那就是不争论，不讨论，不辩论，不解释。这要慢慢学，很有受用。上面的这些如果在日常生活中通通用上，心怎么样？心是清净的，遇到善恶顺境逆境都能够不放心上。下面说说这一段经文的第一个重点问题，住真实慧。住真实慧和德尊普贤第二里的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大教缘起里的会以真实之力，就是无量寿经里的三个真实。这三句话说的是实际离体的三个方面，一个是真实之际，一个是真实之力，一个是真实之慧。三句虽有不同，但三句中有共同的，那就是真实。大乘一章曰：法觉情妄为真实，彻底超情离妄，显现本真才是真实。所以真实就是本体，真就是真如，实就是实相，真如实相。观佛三昧经曰：佛地果德真如实相，第一一空。到了佛的果位，果上的德就是真如实相和第一一空。第一一空就是圣意地空，这是空有不二的空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是这样的空，而不是预设对立的空。对立的空是顽空，空是一边，色是一边，两边对立叫做边见。第一义谛真如实相都是佛地果觉的圣德，这三者是同一含义的不同名字，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。又教行信证说，无为法身即是实相，实相即是法性，法性即是真如。可见真如实相与法身只是名字不同。天台宗说诸法实相，华严宗说一真法界。可见真实两个字有无上甚深的含义，有无量无边的妙德。三个真实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真实之际就是真如实相究竟彻底的本源，在大乘佛法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比如看黄河之本源，就是原始处发源处，必须要穷黄河的源流。真如实相的究竟根源叫真实之际，真实之力。本经大教缘起品曰：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
所以出行于世，光阐道教，欲整群盟，会以真实之力。学习这一段经文，我们能不能体悟到普令众生都得到真实之力，是如来出行于世的真实目的？那么如何能叫众生得到真实之力呢？那就是宣说能令一切寒灵都得度脱一城怨海，六字洪明，万类齐收，三根普披的净土法门，这是对众生的真实之救，真实之慧，能显示真实之救的本体，流出真实之力妙用的，正是真实智慧的全体大用。三个真实合起来是一个真实，一而三，三而一，能显此真实之际，会此真实之力者，即此真实之慧也。这几句话太重要了，把真实智慧说透了。智慧是自性起作用，真心起作用叫智慧，妄心起作用叫知识。科学是属于知识，所以它虽然能知道，它没有作用。如果是八地菩萨神通广大，它起作用，六种神通都现前了，阿罗汉六种神通已经现前了，那是初级的小神通，八地以上是圆满的神通，跟如来国地上没有两样。明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这叫明心见性，这才叫慧，这是真实慧。前面已提到，法觉情妄为真实，法指一切有情的、无情的、有形的、无形的，种种都叫做法，不是专指佛法叫法，或者法律叫做法。佛教这个法字的定义是最普遍的了，什么都可以称为法。什么叫真实？就是对一切法都要离开情执与妄见，众生都是在情愿之中，所有的见都是众生之见。佛出现在世间的大事因缘，就是为了告诉佛的之见。我们修行修什么，就是要把我们众生的之见转变为佛的之见。修行是否得力，就看你能否舍除自己的一切知解和成见，日新又新，不是自己的这些见作为核心，慢慢丰富，慢慢美化，这只是自欺。比如货物只用名牌货的包装，实际内容是自己的劣质货，以次充好，以假充真，这在当前已经司空见惯。你得把这个自己抛掉，无我，真正要无我，没有我还有什么见？没有我相人相，我见人见，不但要无相，还要无见。众生所有都是情见，
都是妄见，真实法中没有情见，没有虚妄，所以叫真实。所以真实之际，真实之力，真实之慧，都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离开妄的本心，也就是自性自心，也叫做真如，也叫做佛性，也叫做法身等等，叫法不一样，实质内容一样。真心是体，有体就有用，从真心所流现，又能表明本心，并起无边妙用的就是慧。所以我们修行不是把自己修成植物人，没有脑筋，只会吃喝，而是要从真心本体上流出无边殊胜、无比微妙的照用。这不是第六识、第七识都产生的妄用。第六识分别，第七识执着，这两个识在那儿产生的错觉、妄想、执着，遮蔽了本来的智慧德相。本经的三个真实可以比拟涅槃三德。真实之际是法身德，真实之力是解脱德，众生不为烦恼所束缚，不为三界所拘留。真实智慧是般若德。所以这三个真实就如同涅槃的一字三点，不纵不横，不是竖着的三个点，也不是横着的三个点，即三即一。说它是三，对，有三点，说它是一，也对，只是一个字。一字三点，即是三，也是一。涅槃三德同于本经的三个真实。发愿之后，法藏大士积功累德，第一句话就是住真实慧。这就是画龙点睛，极乐世界一切种种的殊胜庄严都是真实慧所流露的，也就是说是真实慧所成就的。住真实慧是一切妙行的大本，这是大乘佛法，在这里特别指无量寿经和净土法门，给你带来真实智慧。下面说说这段经文的第二个重点问题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。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几个词语。一向专制，心智专一，心是专一固定的，没有转变，没有悔改，一往直前。妙土，精美绝伦，不可思议之国土。庄，公也，正也，盛世也。严，尊也，肃也，庄也。庄严，用俗语可以解释为以尊重、恭敬、正肃等等善美而装饰。阿弥陀佛为我们建立的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佛国？妙土。妙在什么地方？去年无量寿经专题讲座，我讲了西方极乐世界的29种一正庄严。哪一种一正庄严能离开这个妙字？不但妙，
而且是妙不可言。我在写讲稿时，或在大家交流时，我仿佛置身于西方极乐世界，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，那种感觉太妙了。极乐世界的精美，没有能和它相比的，它的美妙，大家无法想象，赞不能及，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赞美之词，所以称为妙土。为什么阿弥陀佛的佛国土这么妙？是阿弥陀佛庄严的。怎么庄严的？一向专制庄严的。一向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从来没有间断过。西方极乐世界建成了十劫，阿弥陀佛就庄严了十劫。他用什么态度来庄严？专制两个字非常重要，而且专制不是一天两天，也不是一年两年，而是一向，这个太难得了。如何来庄严妙土？如果粗浅地说，就是以很尊重、很恭敬等等的美与善来做装饰。法藏大师有种种的妙德，这个妙德能庄严，能做庄严的事。所庄严妙土是所庄严。法藏大师以本身的万德来装饰所建的妙土，所以国土具足庄严。再进一步说，极乐世界一切依正庄严，直视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由于心土不二，自心清净光明，即是国土清净光明。心具万德，就是土具万德。所以法藏大师住真实会庄严国土，这才是真实庄严，也就是极乐世界的大根本。无量寿经第26品中，阿弥陀佛对十方来极乐世界礼供听法的大菩萨们说法，绝了一切法，犹如梦幻想，满足诸妙愿，必成如是刹，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我，专求净佛土，必成如是刹。这两首偈颂是阿弥陀佛宣说成佛刹的关键，也等于开眼，怎样住真实会庄严净土。第一首偈颂说，首先要了达觉悟一切法，如梦如幻如想，这与《金刚经》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一致的。这就证明金刚般若是成就佛刹的根本，有了根本再满足大愿就决定成功。第二首偈颂，首先要通达一切法性，是第一空我，既没有人我也没有法我，这和第一首偈颂根本上一样了。你所专制求得的清净佛土，也正是于诸法性中一切空我，所以若能这样通达，这样至求，你才能圆满。所以
人我、法我俱空，才能窘脱根尘，灵光独耀，才能真正通达真如实相，器物法身。从这里可以流现一切，一切空我还在求净土，这是真实慧，明白了本体，又从本体起照用，这是真实慧。所以无我无人乃专制庄严净土的真实慧。总之，一切无我是理，庄严佛土是事。虽然没有我也没有土，可是仍然一向专制庄严，是理事无碍。佛国离相，不妨专制庄严，虽有种种妙相，可是即相离相，当体即空。永宁大师说，建立水月道场，大作梦中佛事。建立道场只是水中之月，大作佛事如同梦里空花，这样就理事无碍，空有双融，远离两边，契合中道，这样圆修圆正，所以弹指圆成。所以说助真实慧专制妙土是大愿之本，从真实之体才能产生真实的照用，真实智慧安住于真实慧，才能如实显示真实之境。宝珠放光，首先照亮宝珠的本体，所以极乐世界的水鸟树林，一尘一香一草一木，都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的流现，无一不是一真法界，无一不是圆明具德，不可思议。临济宗的一位祖师永觉元贤禅师，他是因为听和尚说偈子出家的，后来遇到了善知识，一步一步深入，大彻大悟。他留给世间最后一首偈子是：金鸡啄破碧琉璃，万歇千修齐自知，稳握片帆天正明，前山无复与鸠啼。这首偈子的意思是，金鸡把碧琉璃一下子给啄破了，说明我们的智光发现了，一下子把无明壳打破了，万般也歇了，千般也修了，只有自己知道。到了禅宗正的境界，没悟的人是体会不到的，也不是没悟的人能猜测到的。古禅师说，神秀对于六祖，他就是摸不着边儿啊，他对六祖只能迷信。他说，我师父把衣钵给他了，他一定比我强。到底六祖是什么境界，神秀虽然是国师，他也不知道。我在片帆上稳稳地睡觉，天空开朗，万里无云，说明他的心境。斑鸠在下雨的时候啼叫，天朗了，前山的斑鸠不在那里叫唤了。
有这样的境界，这样大彻大悟的祖师，他告诉我们，念南无阿弥陀佛是末法金粮，我们得度唯一要靠的就是阿弥陀佛。结合我们这节课交流的内容，我的体会是，来到这个选佛场，三个真实听端详，当你达到心空时，弥陀接你回故乡。这应了下面四句偈：十方同聚会，个个学无为，此事选佛场，心空即地归。请各位记住，我们是来学无为的，不是来搞有为的。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